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志啊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边寨啊，我们找那个杨姐看两块料子，说也是以前老一辈啊留下来的料子啊。哇，这个老洋房、啊。杨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这是经常来这里带着收料子的那个小志是吧？对。好，你们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好。哎，居然不是竹楼，哎，是这里。舒服的啊。来。喝点水。哎，谢谢。不用谢，别客气，谢谢杨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哇，你这挺舒服的，杨姐。也没什么。那我就给你们看看，我家里面有两块料子，是小孩子读书啊，他急着用钱嘛，我就想叫你帮我看看下这两块料子，以前不是老人留下来的啊。可以。现在看看瞧，它值多少钱？以前嘛可能值一两万块钱，现在可能不值了。我看一下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帮我看一下吧。就那么，其实也是有点拆盲盒的感觉，就是我，我不知道料子是什么样，所以说我们看一下。就这样的，你帮我看一下是多少钱。好的，小姐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好的。你坐嘛。哎，好的，你们坐吧，请坐。哎，没事，咱们介入一下啊。哎，你坐嘛。哎，好。哇，哎呦，兄弟们，这盲盒拆的可以哦。哇，全是灰尘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小盲盒，兄弟们，莫西沙，哇，有没有看到它那个底妆蓝味，特别足，哇，整一个冰感，杠啊，对，莫西沙料子杠，兄弟们，哇，还带点那种什么色泽啊，黄粉，这个料子呢，明显是那种，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偏底层矿脉的料子了啊。它全身上下都是有这种铁锈的一个感觉，是吧？但是这种料子它种到位啊，那种我们讲的那种铁锈锈水那种铁元素它是进不去的，假如说进去了它就会形成那种进脏的一个感觉啊。但是这个是呢，整个玉肉底子底妆是完全看得到的，是吧？完全熟开的一个料子，可以啊，杨姐。可以啊。那你说这个大概值多少钱嘛？因为小孩子要等着读书念书要用。你家是几个娃娃？我家是两个小孩嘛。两个呗。对。那现在是准备上大学是吧？对，两个都准备上大学，因为是双胞胎嘛。哦，双胞胎、啊。对。哎呀，挺好。考的是哪里的大学？考上昆明民办学校嘛。哦。学费比较贵嘛。是吧？所以他外公以前就是还出生的时候，他外公就留下这两块料子，一人一块嘛。哦。那相当于是有二十来年了啊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十多二十年了嘛。对，我看一下啊，杨姐，我先看一下、可以。嗯，兄弟们，这一块的话可以的，来，我再看一下这个，还没看过呢，这个。啊，你看一下嘛。妈嘞，兄弟们，两块都是莫西沙，都是高种水的料子，哇，这压灯的这种感觉真的太舒服了啊，是吧？这个料子的话有所变种啊，就是说它明显的就是说呢，就是从中间一分为二，这边的话它是跟就是没有脱沙的，是吧？就莫西沙，兄弟们，之前我也讲过，就大概两个这种皮壳类型啊，一个是翻沙皮，一个是脱沙皮，是吧？那这个料子呢，就是说一个翻沙一个脱沙它都有了，是吧？那这边就脱完全脱沙的，你看整体完全露肉的一个种感觉，是吗？也是那底妆蓝味是特别足的，看得到吧？就这两块料子，它假如说做一个对比的话，兄弟们，就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，就是它这块它的这种杠味是要更足的。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种，就感觉它硬的那种感觉，这个是要更硬的，有吗？嗯，是吧？刚的。对，那种刚性，是吧？那这个稍微就刚性要稍微弱一点，但是它熟的更厉害。啊，就是面积是吧，这个也更大，而且就是它甜味出得来，是吧？有点甜甜的感觉，油性好一点，是吧？所以说这种料子呢，我更加的偏爱，我更加的就更加的对我的妆口一些啊。大姐，哎，那这种料子你是想卖多少钱吗？这种料子嘛，我想着这个8-9万应该可以吧。8-9万？对啊。我知道你经常在这边收嘛，你帮我看一下应该可以吧。其实大姐说实话啊，这个料子你说8-9万啊，那肯定不止，说实话。
这话我也知道，你经常在这边收嘛，所以才喊你过来这边看一下嘛，小志啊。因为他们这个寨子呢，我经常来啊，小满，就家家户户都传开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哪家有料子啊，都会是吧？就相互叫着。啊，行，看这个料子，兄弟们，我靠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我没找出感觉来呀、啊。这一点，应该是里面有点黄粉。这样看没有啊？它应该是背面。哦，是有一点背面，哎，也没有啊，啊，这啥情况？好神奇哎，兄弟们，这个料子啊，我研究了大半天啊，这种料子很明显，就是说皮革上我们能够看到它有点铁锈的这种感觉，就我们讲这个铁元素啊，那这个料子呢，应该就是它内部有一个地方是进了这种铁元素，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黄翡、红翡的这种感觉啊，加上这种种水，兄弟们，这还真的是挺有特色的。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特色，杨姐，哎，这样子嘛，哥，我就看着，给你个价吧，好吧？那你看嘛，你出一下价格，我看看可不可以？对对对，可不可以卖？如果可以卖的话嘛，对，就说就是，其实说白了，其实说白了，你说八九万，杨姐，那这个肯定不止，啊，不止，因为我说白了，你说我出来收料子。是吧？我不可能会去杀马虎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也知道。对对对，所以说就是说实打实的，这个料子我给你28万，这个我给你35万，你看行不行？因为小孩子嘛，要等着上学嘛啊！我也知道你在亲上都、啊，哥哥都说你收的价格比较公道一点嘛，所以才叫你来帮我们看一下料子的，小志。其实杨姐，你说实话啊，嗯，这种料子你说是这个老一辈留下来的，对对对。那其实当时他们买这种料子呢不贵，是吧？当时是不贵，但是现在这种价格嘛，不过那时候嘛钱也值钱啊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那时候的100块钱那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现在的几万了，现在翻起来几万了，好、啊、多万了，对不 对, 对？对，那这个料子就是说，这两个料子呢我。就是对吗？还是对装呢？因为我这个人也爽快，是吧？我不会说给你拉拉扯扯的，我也直接一口价了，哥。哎，好吧，你尽量吧，尽量。真的，杨姐，你说加嘛，这个价格我真加不了了，跟你说实话，是吧？就说我已经是看最高的来给了。我知道你小孩上学，知道吧？因为供现在供这个大学生确实不容易。那我算了一下，这两块料子也够了。小志，你给的差不多也公道啊。那我就卖给你吧。可以。等到以后的话，要常来我们家闲用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杨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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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谢不谢。啊，就是，我看这个，就说假如说公道毕业了，大概要花多少钱？大概可能要40多万吧。40多万。对对对。哦，现在供这个大学生也不容易的啊、哦。嗯。私立的还是民办的还是贵呢？我们因为是私立民办学校嘛，考上的他的分数不怎么高嘛。哦。没考上好的学校。哎、也挺好的，娃娃嘛，就说，能够多读2年书是吧？就多接触不同的人，学校呢也能接触一些，是吧？可能对未来走出社会有用的一些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也是想着这样嘛。对对对，多读嘛，还是有好处的。这两个料子呢，我们成功拿下啊！嗯、啊，真正的哇，这种冰底味的墨西沙，兄弟们，翡翠界的硬通货啊！啊，这个也是完全熟，啊，熟透化开的一个墨西沙，两个种水料子啊。这种料子呢，就是近期收的不多啊，那也得拼手速啊，兄弟们，这种料子。好吧，因为这种料子也算是硬通货，就是我们拿下出的也比较快啊，就是越好的料子去出的会越快啊，反而有些滴滴摸摸来放工挺久的啊。杨姐，那个钱的话我直接转你。可以可以可以、啊、可以。 那我去拿一下手机啊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嗯，这寨子还挺舒服的，进来非常凉快啊，那四周都种了一些芒果树啊，正挂着芒果呢啊。而且你看，像老一辈就是他们，就是辛勤的劳作啊，辛勤的付出啊，去工作，然后哎盖这种小洋房，就或放以前啊，这种小洋房是属于就寨子里面比较有钱的了啊，就挺好的。好，兄弟们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了啊。我小志，如果你也喜欢翡翠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给小志一个鼓励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再见啊，拜拜。小志，随便摘是个摘自家的吗？那这个都熟了，兄弟们，红了，看没有？
那你就多这两个吧。这个肉都露出来了，哎呀，酸，不酸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吃了，够吃了。